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今天这支影片是分享两个兑换码哈，一个兑换码是 LIHUNYIKE。好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啊？好，这个是铜钱三千，十字印一个，然后魂光三十，超级历练丹有三个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好，另外一个兑换码是 YUELINGLIGE。哦，不过这个还没有生效。好，好，那这个还没生效的，大家就再等一等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效，应该是等官方公布之后，应该就会有了哈。那这边先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先把它存下来哈。看起来是这个兑换码是 OK 的哈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感谢各位。